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意。诸菩萨万恒守楞严经，建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阿弥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45面，己恶。别显修正。那么，我们从前面几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修学守楞严王三昧的时候，这当中有两点是要特别注意的第一点呢，就是所谓的相妄性真的观念。这个相状呢，就是我们由于过去的业力所显现的六根、六尘、六识的这种相互的作用。那么这种六根、六尘、六识的作用呢，就是我们的根接触外尘的时候，会产生一种了别的分、了别的这个心识，而这个都是一个暂时的生灭的因缘，所以叫做虚妄。那么这个根尘识的背后，它真实的一个本来面目，所谓的现前一念心性，它是不生不灭的，从古至今永远没有改变的，这个我们叫真实。所以，一个修守楞严王三昧的人，最重要就是你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这个都是暂时的因缘。你千万不能够心随境转，我们被一时的因缘所转，而失去了我们永恒的功德。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相把它照破，这破妄显真观察这个根尘世的这种我们一生的暂时的因缘，都是一个生灭法，而这个生灭的背后的真正的本来面目，现前一念心性，才是我们真实的归依处。这是我们在修学守楞严王三昧第一个观念相妄性真。其次呢，第二个观念是性相不二。虽然相状是暂时的，你说我们今生的根尘世都是暂时的，但是你舍弃了你今生的因缘，你就回不了你真实的家，所以我们刚开始还是要依止假象，依止假象来回光返照，才能够所谓的返妄归真。所以我们刚开始一定要借假修真，你对于现前的假象的这些根尘事还不能完全否定。换句话说，我们对于眼前的因缘，你是执着不得，但是你也弃舍不得，保持一个不急不离的状态，这就是我们修守楞严王三昧的两个观念。第一个，你不能执着它是实有；第二个，你不能完全否定它的作用。这个就是我们在修守楞严王三昧对于今生的因缘的一个态度。好，我们看这个讲义的己恶别显修正。那么前面的几科都是在讲这个我们在修这个守楞严王三昧一些理观的一些观念，这个地方就正式的修学正式的开显他的修学的一个事项的因缘说是别显修正，就分别的显示25位圣人所修正的圆通法门，这个正式讲到他的一个四修的过程。这当中有五科：一、阿难，请问言根；二、如来垂请圣众；三、圣众圣更说正门；四、放光现瑞总义；五、佛赐文殊简责。我们先看第一科：阿难，请问言根。那么这个本经的当机众阿难尊者呢，就在前面的
所有的理论听完以后呢，他就起立啊，请问佛陀来如何选择圆通的本根，来当作我们修学三昧的一个下手方便啊，是这个意思。我们看第一段，阿难及诸大众蒙佛开示，慧解圆通，得无疑惑，一时合掌，点礼双足而拜佛言：我等今日身心皎然，快得无碍，虽复物质一流王意，然又未达圆通本根啊。那么这个地方呢，阿难尊者把他自己一个修学的心情呢、把它表达出来。那么阿难尊者跟法会的大众呢，这个时候承蒙佛陀啊，在前面两课的开示呢，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呢，可以说是慧解圆通啊，得无疑惑。那么这个慧解指的是一个能观的智慧啊，空假中散观的智慧叫慧解了。圆通呢，是他所观之理啊，这个圆山地理啊。那么能观的智如何去照料所观之理，这个地方已经完全通达，而且没有任何的疑惑了啊。那么这个是把他一个对前面的一个学习啊做一个总结。这个时候呢，他就合掌顶礼佛陀的双足啊，来拜告佛陀说啊，我等法会众生啊，那么听到前面佛陀讲到这些首楞严王三昧的一些理观的思想啊，可以说是啊身心皎然。也就是说呢，对我们眼前的身心世界这个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啊，是非常的清楚明白了。啊，我们的生命是怎么由真如本性、由业力的熏习而显现出来？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空假中三观的思想啊，是非常清楚，所以是快得无碍啊。这个快就是有一种通达一快啊，而没有障碍。啊、那么现在又听到的所谓一六王意啊，就上一堂课说的啊，六劫一旦解开啊，其实一念的妄心也不可得。因为六劫是依止一念妄心而起的啊，所以他们之间有相互的作用。但是现在呢，却还没有通达如何来选择自己的圆通本根。那么到这个地方，阿难尊者对于整个楞严三昧的观念非常清楚。但是真如本性是一个无相的、一个清净圆满的一个真如。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一个门，从哪一个点悟入呢，会比较好呢？你说六根、六尘、六识啊，这么多的方便门，那么哪一个会比较适合我们啊？这个地方啊，一个修学的下手方便呢，到这个地方呢，阿难尊者还没有明白啊，所以把他自己的一个修学的整个心情呢、表达出来啊。我们看第二段。师尊，我辈飘零积劫孤陋，何心何力忆佛天伦，如斯鲁尔护忆慈母，若复因此际会道成，所得密言还同本物，则以未闻无有差别啊。这个地方就赞叹了、这个法门的有救拔的一个力量。那么阿难尊者就说，师尊啊，我辈飘零啊，我们啊这种生死凡夫啊，那么飘落于生死轮回当中啊，我们可以说是积劫孤陋啊，这多生多劫呢，这个孤陋啊，就是孤苦无依的意思啊，孤苦无依。那么何心何力忆佛天伦，何心何力呢，就是何等的庆幸呢、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呢、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呢，又能够遇到这么殊胜的法门啊，并不是自己能够事先预知得到的，而且呢，能够忆佛天伦，又能够身为佛陀的堂弟呀、那么这个情况就好像呢，一个啊，如失乳儿，好像失去乳母的小儿。那么假设没有人救护的话，是生命不保了。这个时候突然间遇到了
慈母的保护，就表示一个生死凡夫，我们一直在根尘世当中打转，我们不知道什么地方是我们的家，一次生死，一次的根尘世消失的，又现出另外一个根尘世，那么我们永远被根尘世所牵引，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在首楞严王上面开始告诉我们要破根尘世，要找到我们的本来面目才能够解脱生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好像是一个孤苦无依的小儿子遇到的慈悲的母亲一样，就得到了一个所谓生命的救拔。若复依此忌讳道成假若我能够把握这一个殊胜的因缘，这个忌讳就是这样的一个首楞严王三昧的一个殊胜的因缘我肯定能够呢成就无上菩提的道果这个就因此忌讳道成所以成佛是要有机会的。那么当我们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去修学的时候，是什么相貌呢？所得密言还同本物这段是比较深诸家的诸师的注解不同，我们根据偶一大师的比较清楚。偶主说呢，这个所得密言是掖着因地的观恨来说的。那么为什么说我们在因地修学的时候是所得密言呢？因为行其解决。首楞严王三昧在讲道理的时候，佛陀依止名言来发明三地理。但是真实在修止观的时候呢，是离开一切名言的，是没有相状的。你观察这个因缘法师，即空即假即中，他的当体是无自性的，是无生的，但是他有他暂时的假象，但是在观的时候呢，心中是没有名言的，所以叫所得密言，在因地的时候是行其解决，在果地的功德呢，可以说是自心本具了。当我们破妄显真，把六根六尘六识的相状破坏以后，回归到一念心性的时候呢，这个心性呢，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呢？还同本物，是本来就具足的，只是我们过去一时间把它疏忽了而已。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说明这个法门的殊胜跟法门修学的过程，则以未闻无有差别这个地方一个相反的字句说如果不能够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来修习观照那么就跟没有听闻是没有差别，说徒闻无功所以这个机会难得这个是讲到这个法门的一个殊胜我们看第三段，唯垂大悲会我密言，成就如来最后开始，作事已矣，五体投地，退藏密迹，祭佛禹寿。这段就正式的来请问圆通本根了，说唯愿佛陀能够依止大悲心来教授我成就无上菩提道果的方法那么如何来选择圆通本根来当作修学的方便？那么成就如来最后的开示因为整个首楞严王三昧佛陀整个理论该讲都讲过了，只有这个修学的下手处还没有开示，所以这个是整个修学三昧的一个最后的开示。那么说完以后呢，五体投地呢，退藏密迹退就是退回本位这个藏呢就是心中保持默然，密迹呢就是心中默默的期待佛陀的开始那么祭佛禹寿，这个祭就是希望佛陀能够呢在暗中能够用间接的方式来教授，这个禹本来就是一个我们讲是昏暗的意思或者说是间接的意思那么这段话的意思呢，从古德的注解是说因为佛陀在回答这个圆通本根的时候，佛陀并没有直接先说，而是请弟子们来先说，佛陀一一的认可
啊，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敏受，就是佛陀不是直接的教授，而是透过弟子们的修学经验来传授，也叫做敏受啊。那么这一段等于是说明阿难尊者的一个啊，他一个整个啊，他请示佛陀圆通本根的过程。我们看第二段啊，如来垂请甚重啊，这个时候释迦如来啊，就正式的来询问了、啊、与会的大众啊，他整个修学圆通的过程啊。这地方有两段，我们看第一段。尔时世尊普告众中诸大菩萨及诸肉尽大阿罗汉，汝等菩萨及阿罗汉身佛法中得成无学啊。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呢，就在阿难尊者请示以后呢，就普遍告诉与会大众的诸大菩萨，这个菩萨呢加一个大士啊，这个大士就是有具足广大殊胜功德的意思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大菩萨呢，就是指的法身菩萨啊，他有资格叫大。及诸漏尽啊，这个漏尽就是断除善接见思烦恼的一些大阿罗汉。这个地方的大阿罗汉呢、啊，跟我们一般讲大阿罗汉不太一样。我们一般讲大阿罗汉呢、啊，是讲具足三明六通八解脱的阿罗汉。这个地方的大阿罗汉呢，藕益大师解释啊，是具足大乘功德的阿罗汉。也就是说呢，以下的整个阿罗汉呢，他们都是外现声闻相，内密菩萨行。他们久远劫来都是已经成就菩萨果位的，只是为了帮助释迦佛陀来宣扬佛法。而示现作声闻相状，所以到了整个经文的时候，二十五圆通藕益大师解释的时候，他习惯用基门跟本门啊，基门就是他为了度化众生他所示现的因缘啊，本门就是他本来的一个修学的功德啊，我们讲本地风光啊。所以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整个有关小乘的修学啊，它的基本二门来个别开始啊。那么汝等菩萨及阿罗汉生我法中得成无学，那么你们在整个修学过程当中呢，是生我法中啊，这个生不是我们讲色身的受身啊，是一个佛法的法身的受身啊。说是法华经上说啊，从佛口生啊，从法化生得佛法昏。那么你们内念内心当中本来都是烦恼障业障报障啦、啊、怎么能够升起清净法身的功德呢？怎么能够得成无学呢？这个无学是成就一个圆通的功德啊。那么你们的果地功德是怎么来的啊？请问这个问题了啊。看第二段就是知道啊。我今问汝最初发心悟十八界，谁为圆通？从何方便入三摩地？那么你们在我的佛法当中成就法身呢？你们当初最初的发心，那么修学圣道的时候，你们是如何来觉悟十八界的？其实这个地方应该包括七大，要是二十五圆通呢，包括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对不对？再加七大啊，地水火风空跟死啊。那么为什么没有列出七大呢？因为七大就包含在十八界里面啊，开合不同啊。那么你们是怎么样觉悟十八界的？这过程当中呢，谁为圆通？从何方便入三摩地？首先讲到整个修学的目标，你们所证的圆通是什么相貌呢？第二个讲到修学的过程，从何方便？你们当初是依止什么样的啊方便之门而能够误入首楞严王三昧呢？那么这个时候等于是阿难尊者请示佛陀圆通本根以后呢，佛陀并没有直接来回答，而是请大小乘的二十五位圣众来说明他们的修学过程。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啊，藕益大师说，为什么如来要垂询甚重而不直接回答呢？这个地方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显示方便有多门，
因为这个真如本性是一个绝代圆融的，但是误入真如的方法是很多的。你一天到晚扫地，如果你能够修止观，也能够从扫地当中误入圆通。你一天到晚拜佛啊，你也可以从拜佛当中误入圆通。可以说是方便有多门啊，这是第一个啊。因为25个圆通他们悟道的方法都不同了啊。第二个显示呢，归言无二路。那么显示门门皆能够通达众生本具的如来藏性呢，是绝不虚妄的。那么当我们从这个门进去以后，所得到的真如本性呢，是绝不虚妄。那么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藕益大师后来做一个总结说，一知山上路啊，西问过来人。我们现在的生命现象啊，是活在根尘时啊，一个意识的分别心。那么意识分别心当中呢，这个生灭心要回到一个不生不灭的本性啊，这么一个遥远的回家的路啊，你一定要问过来人，说把心带回家啊，这一定要有过来人的亲自的描述啊，才能够更加的贴切。这个就是佛陀为什么不直接回答啊，而要25位这个圣大小乘的圣众来回答的主要原因呢，就他们实际上走过来，所以他们描述起来呢更加的贴切，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看根山的圣众各说正门啊，这个大小乘的圣众啊，就在佛陀的垂询之下，就个别的说明自己当初所修的所证的法门。这当中有五段，一观六尘，二观五根，三观六识，四观七大，五观耳根。首先我们看第一颗观六尘。那么观呢，是指的能观的智慧，就是本经说的空假中三观的智慧。六尘是所观的境啊，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个尘境啊，是所观境。这个地方有六段，一尘罗观身，二沙陀观色，三香言观香，四药王观味，五贤护观处，六迦摄观法。首先我们看第一段，尘罗观身啊，这个尘罗就是乔尘罗啊，他是去观察这个深层，从深层当中呢回光返照，而成就三摩地，而证得圆通。这个过程我们看经文就清楚啊。先看第一段，焦成罗无比丘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拜佛言：“我在鹿苑即机缘观见如来最初成道，以佛音声悟明师弟。”先说明了他的一个成道的一个过程啊。那么焦成罗有些地方叫焦成如啊，这个翻成中文叫做火气，因为他在家的时候呢是一个似火的外道，所以叫做火气。那么这当中其实是五个比丘了，五比丘啊，这五比丘是很有名的，因为这五比丘当初佛陀出家的时候是做佛陀的侍者，那么在佛陀成道以后呢，也是最先得度啊，可以说是整个娑婆世界最早成就的僧宝，就是五比丘啊。这五比丘有哪五位呢？第一个是焦成如尊者，第二个是马胜尊者，第三个是跋陀尊者，第四个是摩难尊者，第五个是实利迦摄尊者，这五个。那么这五个呢，就首先呢就从座位起身顶礼佛足而拜佛言啊，这段等于是精加细议了哈。这以下就正式的来陈述他的过去的因缘，说我在鹿苑即机缘，说我们五位比丘呢，过去曾经在波罗奈国的鹿野苑还有机缘修学禅定及种种的苦恨。
那么观见如来最初成道，那么佛陀在菩提树下成道以后呢，就最初是来到了鹿野苑来度这个无比丘，所以他们就看到佛陀成道。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呢，为无比丘呢，就以佛因身悟明四谛啊，就先说四谛法门。那么佛陀成道以后呢，观察过去的因缘先度无比丘，而三转四谛法门啊，透过了四相转、欠修转跟作证转啊，来发明整个世间上跟出世的因果啊。所谓苦集呢，是世间有漏的因果，灭道是出世间无漏的因果。所谓的藕益大师说啊，这个四谛法如果汇入到言教的时候呢，是一念的迷啊，就落入了苦集二谛；一念的悟，当下就是灭道二谛。所以说呢，所谓的世间因果、出世间的因果，只就是一念的迷悟而各自显现啊。这个当然是比较深的四谛。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啊，这个焦成竺、无比丘啊，他们一个最初的一个邪道的因缘。这以下正式的说明了他一个修学的过程啊。佛问比丘：我处称劫，如来应我名阿耨多妙音密言，我以音声得阿罗汉。那么佛陀在三转四谛法门以后，就问无比丘啊，说汝等劫佛，那么在最初劫的时候，四相转的时候呢，啊，佛陀讲出四谛的相状。那么这个时候，焦成竺比丘呢就称劫。那么当下在初转四谛的时候，焦成竺比丘就证了阿罗汉果。所以我初称劫，在初转的过程当中呢，就完全通达这个四谛法门，就真实的知苦断集莫灭修道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来就印证这个焦成竺叫阿耨多，阿耨多换成这种叫最初劫，因为它是整个佛陀弟子当中呢最初开悟的、最初成就果位的一个比丘，也就是一个最早的僧宝的出现，叫做阿耨多。妙音密言，哎，这个地方要注意了啊。我们前面说过哈，这个地方呢，只要是谈到小乘的修学，都是有基门跟本门啊。从一个焦成竺比丘的视线的基门来说啊，他是观四谛，当然他观四谛是观生灭四谛的啊。那么当然四谛法门主要的，从声闻法来说是四念处啊，主要还是无常无我。那么他从四念处当中呢，去观察他的五蕴身性世界是生灭变化的，而这个变化当中没有一个真实的主宰性，因为他要怎么变你控制不了。你说我现在要变好或者变坏，你身体要变得更健康或者变得更虚弱，你做不了主的。你只知道他会变，但是怎么变是由业力决定的。所以我们从五蕴身心的变化当中，我们知道没有一个真实的主宰的自我来主宰，所以呢，他证得我空真如而成就阿罗汉。所以阿罗汉的最初证得是我空的真如，他只就是知道在整个根尘世当中没有一个主宰的我，但是根尘世本身是怎么回事，这个法是怎么回事，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完全不知道。这个只是一个声闻的基门，但是妙音密言呢，讲到这个焦成竺的本门，他正是证得圆通的啊。那么他不但是从四谛当中观察无常无我，证得我空真如而成就阿罗汉呢，他更能够观察这个音声啊，他当下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我们解释一下啊。音声是个假象，为什么？因为它会变化。那么我们只是看到这个假象而被这个假象所转，
那就是标准的生死凡夫了，就从这个地方起烦恼造业啊。那么一个修守内王三昧的人看到一个假象，他马上会做出一个观照，就是你从什么地方来啊？这个这段我们在前面的三卷半讲了很多，回光返照正念真如啊，我们会探本求源，这个怎么会有声音呢？他从什么地方来？那么我们就顺着开始去找，这个声音是从什么地方来？你说从嘴巴中来，嘴巴也不会讲，怎么会有声音呢？身体也没有声音呢。那么我们一直观进去的结果，得到一个答案，就是密之了不可得。所谓的因缘和合，希望有声啊，因缘别离，希望明灭。这个声音只就是一个因缘的和合而希望的显现，当因缘消失的时候，它也就消失了。而它的本质呢，就是众生本具的现前一念习性，所以他从相中呢，能够从相里面悟入到性，这个是一个关键，破妄显真。我们从他的一个表象而看到一个真实的体性，啊，这个就是妙音密言。妙音指的是他一个假象，这个音声是因缘和合，希望有声；因缘别离，希望明灭。但是你能够回光返照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它的本质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偶遇大师说啊，这正是说明了性因真空啊，性空真因啊，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而行业化现。说是怎么会有音声呢？音声的本质只就是一念的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心性嘛。那么随着众生的因缘而各自行业化现，所以你看一个音声，一百个人去听这个音声，一百个人听到音声都不一样，那表示什么？表示音声这个法不真实。如果音声是真实的，每一个人听要完全一样，因为它有真实的法，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福报大的人他听到的音声都是悦耳的，苦恼的众生听到的音声都是刺耳的。这个就正是说明什么呢？因缘和合希望有声嘛，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因为我们的心性是受业力的心行而各自行业化现，所以我们能够从假象当中呢把心带回家，就是从妙音当中而悟入了密言，这个是说明他成就一个圆通的。当然这个地方成就圆通就不是阿罗汉了，至少是圆教的初住，别叫初地啊。我以音声得阿罗汉啊，这个地方讲机门啊。那么我最初呢是从佛陀的音声的教法当中呢而悟入了四谛法，证得我空真如，断除见思惑，那么证得阿罗汉果。这个地方讲机门，妙音密言是讲本门啊。我们看总结，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因身为上啊。佛陀问我修证圆通的法门，正如我自己的所修所证的过程呢，我个人是认为以因身为所关键呢，是最为无上，最为殊胜啊。这个焦成如比丘啊，把自己从凡夫到最初成道的一个修学过程呢，把它表达出来啊。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是值得我们注意啊，说是在这个整个二十五圆通当中啊，本来这个六层应该是色啊，我们讲色声香味触法嘛，应该色层排第一嘛，怎么声层排第一呢？这个地方有一点意思啊。我回答是说，为什么把声音排在第一个呢？佛祖说啊，因为此方真教体啊，清净在音闻。此方是就着娑婆世界的根基来说呢，音声对我们的影响是特别的重大。所以释迦牟尼佛出世是以音声来做佛事啊，所有的圣道放在音声当中。你看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音声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在里面。
所以二十五圆通呢，最初是以音声所谓的所观境啊，这个所闻的一个声尘排第一，而以耳根为最后，一个能闻的根排在最后啊，以音声当作最初，以耳根为最后，这表示呢一前一后的互相呼应啊，而相契于娑婆世界的根基，有这一层意思。也有暗示啊，其实圆通本根啊就在声音。你看我们的净土宗完全靠声音，说我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么谁代表阿弥陀佛？当然很多方式的，阿弥陀佛是法界身啊，入一切众生心想中，他要变现什么相貌都可以啊。你说我们今天代表一个画一个阿弥陀佛的相状也可以，你用那个一个玻璃纤维做一个佛像，它代表阿弥陀也可以。但是最简单的就是音声，你能够念南无阿弥陀佛，哎，这个佛陀就出现了。最简单、最明了、最直接、最了当。然后你把这个声音再听回去，你就跟他相应，就本尊相应了。在临命中的时候，这个方法的操作最简单、最直接。因为娑婆世界整个佛法的功德都是靠音声来传递嘛，你看我们中国为什么发展出这么殊胜广大的梵呗，有多少人是唱炉香赞而启发善根，他那个音声就在传递一种圣道的力量啊。这个当然娑婆世界很适合，因为我们习惯性在六根门头当中啊，我们喜欢从耳根来吸收圣道啊，所以这个地方佛陀也就啊顺众生的根基啊，把音声排在第一个，把耳根排在最后，是这个意思。我们看忍恶的沙陀观色，那么这个地方沙陀呢，就优婆尼沙陀尊者呢是观察色尘啊，到了经文就清楚啊。我们看第一段。优婆尼沙陀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观佛最初成道，观不净相深大厌离，悟诸色性已从不净白骨为尘，归以虚空，空色二无成五学道。这个地方先讲他一个基门的修学过程。那么优婆尼沙陀呢，翻成中文叫色性空，因为他最初成道的是观色尘的本性是空的，而证得无我的真理。那么他从座位起身的时候呢，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说，我已观佛最初成道。那么为什么说他也是观佛最初成道呢？佛陀最初成道的时候是到了鹿野宴去度五比丘，接下来所度化的就是优婆尼沙陀的，这是第二个因缘，所以他相对其他比丘来说呢，他是非常的早啊，也就除五比丘以外就是他了，所以他也说是啊，我亦观佛最初成道，我也是在佛陀最初成道的时候而见佛的。那么佛陀教他修什么法门呢？观不净相深大厌离。那么佛陀当初在教导优婆尼沙陀的时候，不是讲四谛法，是讲这个不净观，使令他对色身产生重大的厌离。这个不净观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个不净观在古德的注解当中提出了五种的不净啊。第一个呢是种子不净，就是我们的色身当初呢，他的一个受生的因缘是由于我们临终的一份的爱取烦恼，一个染污的心思，然后有父母的结合，所谓父精母血的一个杂秽的合体，所以我们当初的色身的成立就是一个不清净的心法跟色法的结合，所以叫种子不净，色心皆不净。第二个身处不净，当我们一念的爱取烦恼而投胎以后呢，所谓的胞胎呢，所依止的处所
是在身脏之下，熟脏之上。啊，身脏就是我们说的脾胃啦，消化系统。熟脏呢，就是把这个饮食消化以后变成的大粪啊，啊，蕴藏在大肠当中，叫熟脏。那么我们的身体是我们那个胞胎就处在这个污秽的一个啊杂秽的地方，啊，这叫身处不净。第三个是相不净，当我们出生以后呢，我们的色身呢，啊，是九孔，两个眼睛，两个鼻子，啊，嘴巴，乃至于大小便处啊，经常流出不净，就是这个外相是不清净的。第四个是性不净，就是我们色身的本质本来就不清净，所以乃至用大海水把它洗涤，剩下一个微尘啊，也是不干净的。就是说我们的色身其实找不到一个干净的处所，这叫性不净啊。第五个究竟不净，前面是指的受生啊，这个地方是讲死亡，就是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身体啊慢慢的膨胀轻衣，然后慢慢的破裂啊，长出溶血啊，然后虫蛋，然后最后变成白骨，最后风一吹又回到虚空，叫究竟不净。那么优婆离萨埵呢，他最初曾见到佛陀，佛陀所说的法门是这五种不净。那么他次第的观察以后呢，对男女的色身啊升起深重的厌离啊，当然这个地方还不是圣道啊，成就圣道啊要观察生诸法的总相，不净观只是个别相，他只是对治爱烦恼啊。那么真正对治我见颠倒的是以下的道理啊，悟诸色性。这个地方就真实的 悟到了、啊，看到诸法的总相了，乃至于能够觉悟呢，这个色身的本质啊，从最初的种子不净，乃至于啊最终的究竟不净啊，最后显现白骨而变成微尘，最后风一吹而归于虚空。那么他从最后的一个从头到尾的思维啊，整个色身的过程啊，生老病死的过程呢，他觉悟到一个道理啊，空色二无。这个色法它有一定的升起跟幻灭的过程啊，你看他色身出生了，最后死亡了，最后变成白骨，最后变成灰尘，最后完全消失掉。所以色尘是当下是灭之了不可得。那么虚空为什么是不可得呢？因为虚空是假借色尘而显化出来的，色尘既然不可得，虚空也不可得，因为这两个是互相的依存的。所以他看到的色法跟虚空两个都是不可得，他的体性都是毕竟空寂的，而证得的无学道，所以他从这个地方啊证得无我的道理，在生命当中没有真实的自我啊，那当然就证了阿罗汉果。那么这段是讲到他的基门啊，基门。第二段就讲到他的本门了，看第二段。如来应我名尼沙多，尘色寂静，妙色密言，我从色相得阿罗汉。啊，那到这个地方呢，佛陀就正式印证我叫做尼沙多，或者讲色性空。尘色寂静，妙色密言，我从色相得阿罗汉。那么这一段又讲到他的基门跟本门两种情况啊。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再继续的说。